样啦，奇怪啦。我出去做嘢唔系玩噶，都话下次带你一齐翻乡下咯。系啊，我真系成日同佢讲翻乡下噶，我真心噶。宠爱电商平台真系包罗万有，乜都有啊！多嘅咩？点解？点解？点解可以有咁多优惠？个盒入边九万几样嘢，成地都系嘅喎。开头申请 ICBC Visa Signature 全新宠物卡，我都系谂住以优惠价响宠物优惠平台买多啲嘢，同埋带佢去宠物美容氹下阿 K 啫。但估唔到呢张卡同样带俾我多重优惠，除咗餐饮入 discount， 指定套餐更有买一送一优惠。就连开会饮咖啡都可以以一杯价钱享受两杯饮品添，依家就连睇戏买飞仲可以凭住签账收据买一送一添，真系所有优惠都打孖嚟啊！嗱嗱嗱，唔准又扮可怜噶吓，都话下次带你一齐翻乡下咯，我记得噶，我真系记得噶。哎，我赶时间啦，唔倾住啦，乖乖乖，我先走啦，拜拜拜拜。人越大。一啲讲得出但做唔到嘅承诺，听得越多，始终会有麻木嘅一日。唔知咁样成日讲大话，呃得到自己，但系呃唔呃得到佢嘅咧？阿奇，阿奇咧？阿奇，阿奇，你仲喺边啊？阿奇你？阿奇，阿奇。当我揾唔到佢嘅时候，我已经心知不妙。哦，你个衰女包，原来匿咗喺房玩嘢啊！唔系啊嘛，呢啲咩嚟噶？叫你几次唔好咁中途屙尿啊！自从我领养咗阿 K 翻嚟之后，我周不时都同佢讲，等我一有时间，我就会带佢翻去故乡，陪佢响花田嗰度奔跑。可惜我嘅工作变得越嚟越忙，日日早出晚归，有时甚至要出 trip 离开几日，完全冇时间陪佢。我以为次次同佢讲，下次带佢翻乡下就可以安抚佢嘅情绪。我谂，我系时候要兑现我嘅承诺啦。阿 K， Are you ready？我哋真系翻乡下啦，机场啊，唔该。咦，乜而家可以带宠物去旅行嘅咩？而家好方便噶啦，只要用 ICBC Visa Signature 全新宠物卡订购宠物旅游套票，除咗有优惠之外，仲送还免费办理嘅宠物旅游咨询服务。咨询师首先会评估宠物嘅性格，然后提供一条龙嘅服务，包括免费代办宠物旅游出入境手续，同埋讲解宠物所需要嘅外游前训练同埋准备，仲会好贴心咁介绍一啲适合同宠物一齐住嘅酒店、航空公司同埋景点，真系又轻松又方便噶。阿奇，准备好我哋嘅寻根之旅未 ？Let's go！ ICBC Visa Signature 卡及爱宠电商平台，让你活得更出色。借定唔借，还得到先好借。